新版本马上就要更新了，一些新皮肤和角色也曝光了出来，这些是传说女角色，无论是宣传片还是封面都在 C 位上专属的5798天，走的是玫瑰蔷薇的风格，但是我还是会选择小前联动白嫖的那一把，与女传说一起的近视眼小伙手上拿的是 Hunt 的传说，现在 Hunt 比较热门，可以考虑一波新枪泰克9的传说，加上金发美女的加持，整体比较英伦风。比较有意思的是，这次手上皮也是一个小姐姐，手里拿的也是泰克9，平民党可以期待一下，但愿模型能像封面一样好看。南非大炮要加强了，所以陈皮也是安排了一把，铁的女角色也很差，在宣传片开头单独出现过，最后是集战机的传说，弹匣非常的独特，居然是一款炸药，一看二战就是轴心国的狂热分子。最后我是小生，再见。